做伙拍拼，咱个少年朋友，伫个牛马关咱个游会员吼，啊嘛有足侪会员安尼，即个少年会个议员，还有个足侪咱个志工，还有咱规个团队，规个即个反罢免过程的这一整个团队，还有个即个志工吼，甲支持者，咱即几礼拜以来吼，真正是足辛苦的，一阵牛蛙足侪罢免啊，啊，搁刷落来搁公道啊，啊，即几礼拜咱搁即个罢免啊，真正是面对一关搁一关公道收掉的。 大家嘛看到台中的这个补选嘛收掉了，啊你即嘛，咱伫中正网站同款嘛是收掉了，感谢大家。靠厂组甲厂组的团队家己来拍拼，绝对是无法度安尼甲收掉了。所以讲真正是爱感谢咱一路来，遮尔侪人的陪伴，遮尔侪人斗相共。这年外来真正台湾，叫我遮的罢免公投补选，不管足疲劳的，要甲大家提醒一下，今仔日是。 礼拜二是拜六哦，我们明天恢复到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上班，把咱的分内工作按照计划来完成，一关一关难关过。2022台湾一定是可以充满正能量。我们往一个更繁荣、更平安，而且更美好的未来，继续来努力，回到我们的岗位上，一起来努力。也请大家继续给我们鞭策，继续给我们支持，继续给我们加油。谢谢。